买个冰淇淋15块，我给你打。买个奶茶15块，你赶紧把钱转给我，你不适合拿钱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你怎么还买白酒啊？4块钱。我这哪是说你啊，我这担心你的身体，能喝那么便宜的酒吗？咱买5粮液行吗？行吗？你腿怎么了？刚才搬货的时候不小心砸了一下。那你还能开车吗？休息一下，应该能吧。搬个货你都能砸到脚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人家现在催着要货呢，这样都好，还怎么送啊？油面怎么这么油面眼？买4盒盐，凑过年就够了。4盒盐有点三俗，有点三俗短，能不能别把钱花在没要钱？我看那什么了，这有面什么？4盒盐算4盒米。也许爱让此刻变成灰色，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漠，感受着仅存的快乐。他稍微有点贵了，多少钱？跟你报价不一样，香奈儿。我买香奈儿了，我那个 LV 是11000。差安暖是值的吗？不就是香奈儿吗？17000吗？18000是那个古驰的。古驰啊，不是这个，这是他17000。你骗我的！老祖吧，你们直接4盒，都是我天天从我自己7点多，我今天飙到9点4点，我真是栽种了，我飙的够够的。还是钱？我干的够够了，我真干够了，我干够了。这什么鱼啊？这鱼做的一点都不好吃。每次买鱼只知道红烧，就不会清蒸吗？好好的一条鱼被你烧成这样，那我不吃了。你疯了吧你！我好气啊！到底要怎么样？一句话一说跟聋哑人似的。我一大早我一直在改车，我一直在忙，我做错什么？好了，不要生气。我忙完我带你去吃屎啊，不是带你去吃饭好吗？你至少你要你要告诉我我做错了什么，我改不了我就死不了，我去投胎。这男人太难当了。你现在告诉我，我立马改。昨晚梦到你跟别的女生说话了。你干嘛呢？我6点下班，你6点05才来。堵车呀！你堵车，你不能早一点出来吗？我怎么知道今天堵车呀？这条路你每天走，你不知道堵车吗？我就来晚了5分钟，你分得要这样吗？外面很热的呀，我衣服都湿完了。平时我等你1两个小时怎么等的？更何况今天是我来接你，你等几分钟怎么了？我是女的，你是男的，你就该走。第一次做这种事，求你们了，要我干嘛都可以，好不好？求你们，要罚款，我交钱，再罚款，让我拉了身份证给你，可以吧？我求求你们，拉我走吧！不，你再不分啊！近点，把身份证。我压力好大啊！没事，每天加班到12点，我你妈要没拿钥匙，要我就送钥匙。你怎么了？别激动，谁激动？师傅，我要去死你！你老婆起的争执啊？还有小孩呢，你不要这个样子，他们生气了，男人大度一点嘛。怎么你就不行了？
说一下吧，你们家里面说，你说一下啊，我跟你说话，我说话你能听着吗？你嘴我捂着你不说话，你找事是吧？我们家老婆你这样子，你这样子，我们我看了也行，别管我了，完了吧。我们走过的那些曲折，只有我跟别人没法懂得。说你累了，我走了，你别再难过，心里有话都不想再说，今夜以后。